这个东西打开之后，你们知道什么样的吗？就是绝对你们是没见过的，就是后浆还可以是这样的东西。休息了三天，发烧了三天，因为我是停电嘛。然后今天给你们疯狂的开料子，全是高火啊，随便都是六位数、七位数的东西。可能这个东西在任何一块，在别人家要出来给你拍一个长长的视频，去演一段戏给你介绍一下。对不起，在我家这种东西稀松平常，一天开好多。过来给你们看一下，先给你们看这个后浆哈，看这个表现牛不牛逼啊？高冰的一个滤水器，这个东西出一个货，妥妥的牛逼到家的东西，非常非常的牛逼的一个料子，这才叫后浆，这是顶级的后浆。这个东西打开之后，你们知道什么样的吗？就是绝对你们是没见过的，就是后浆还可以是这样的东西。那好了，这样一个七位数的东西，这么一丢丢开给你们看，现在开。这很牛逼的后浆，专门下来完了之后再嘱咐一下啊，开这个东西牛逼死了，开完美美的，好了吗？哎，快点，真是的。擦了一针就我操我操我操了啊，别的形容法已经没有了，你看这个东西牛逼，继续搞。我敢说这个后浆你们就没有见过这么美的后浆，给你们看一下自然光啊，而且我没有抛光啊，这个胶感，这个底色漂亮吧，而且这么完整，后浆还能这么完整，太美了。这个东西别眨眼啊，千万别眨眼，见证奇迹的时候，因为这种美货不多见的啊。我去，漂亮吧，这么纯，太漂亮了。这个东西你知道这个东西要出一个大瓜大豆的啊，那得什么样的吗？就是你梦想中的东西，太美了。一个后浆啊，怎么说，后浆真的是真的顶级的后浆，真的太漂亮了。而且我告诉你们，这个后浆做货的话还会翻着翻色，这个东西去成品那真的要美到死了。好了，这么美的货，飞驰家随便开的，下一期呢给你们开下边还有好的料子要介绍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飞驰出品呢毕竟精品，喜欢飞驰的双击关注，爱你们。